人员说，元英受伤了，怎么会呢？好像是脚腕骨折了。脚腕骨折？对，具体情况司令员好像也没有说，不过现在人已经下来了，正在路上。我刚刚和三室里营房的医疗站啊通过电话，告诉他们只要人一到，马上进行简单的处理，然后赶紧送回来。不行，我得上山去。贵妇，山上冷，处理不好骨坏死，元英就会变残废的。 英自己也是护士，她应该知道怎么做的。不行，元英很年轻，她处理不了。要不然你给他们打一个电话，好不好？告诉他们应该注意的事项。金院长，我得去，我得上山。柳絮，柳絮，柳絮，妈，你去哪儿啊？小杰，一个人在家好好照顾好自己啊。那回去吧。 上车啊！妈，小心点儿，照顾好自己啊！慢点儿。医生，医生，白燕怎么样？通知人员有限，还是赶紧往山下送吧。那你简单处理一下，马上出发。 怎么了？这倒不着了，车坏了，桂主任。哎，眼看就要到了，你……是我看到了，桂主任是在对不起。赶快下去看看。是。怎么了，桂主任？车子坏了。啊，柳絮，把药箱给我。哦。我得上去。桂主任，你要走上去啊？这，可是这是高原，这样你受不了的。受不了这么多了。 原因的腿时间耽误了就不好办了，你在这儿修车，车修好了带车一起上来。啊！桂主任，你慢点儿，你慢点儿，你不能这样。 喂，什么？贵主任，什么情况？马上送军区总医院。对，我这就到。金院长，你跟我说说，我妈她到底怎么了？别问了，伟杰，到军区总医院咱们就知道了。快上车。哦。 柳絮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我现在也不知道。
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伟杰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伟杰，伟杰。什么？我听不清。伟杰，爸，别哭，别哭，吴云，吴云，我回来了，吴云，吴云，吴云。严院长，什么情况？司令员，你请来一下吧。妈，司令员，根据我们目前检查的结果，桂主任是因为在高原极度缺氧，而导致颅内大面积出血，而引发的脑功能坏死。根据目前我们医院的条件。手术的危险性很大，我们建议保守治疗。目前病人还没有度过危险期，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。喂，对，我是袁有生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翠莲，翠莲，就是这样子。谢谢啊，老袁啊，这么快就到了。嫂子，哎，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好。月英呢？你没把她叫来啊？没有。都是。你来一下。你说吧，为什么？啊？你为什么不把她亲生女儿叫来喊她一声妈？咱们当年不是说好了？咱们有约定，是有个约定，我也知道啊。你韦铁为了这个约定，近20年了，咬紧牙关，煎熬自己，女儿到了身边都不敢认，可那是平时啊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啊，你蠢不蠢呢？你啊，你真忍心让桂红云临终之前连她女儿叫她一声都听不见吗？她不抵就相认不了吗？约定，那诺言，狗屁诺言，狗屁约定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！你也不想想啊，桂红云在等什么呢？她在等她亲生女儿过来喊她一声妈。那袁英要知道桂红云是她亲生母亲，临终前都没让他们相认，也没让她喊她一声妈，她会痛苦一辈子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种遗憾无法弥补。
是想抱着燕回来，我只是想尽你当做母亲的心。你心真狠了，你十几年了，我就在想我的女儿，我想要我的女儿啊，她回来了你都不告诉我，孩子整天在你的周围转，你也不敢叫她一声，送两个水果孩子也不敢收，你说我这个妈妈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，我是一个母亲啊，母亲的心你能理解吗？你只顾自己的脸面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痛苦，你不必放你，太难了，哎呀，太难了呀。小英，爸，小英，妈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小英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小英，你腿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还疼吗？疼，当时可疼了，不过现在没事儿了。傻孩子，腿伤成这样，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啊？啊，我还是怕让你们担心呗，这么点事儿我能处理？谁告诉你们的？肯定是韦伯伯又出卖我。哼，你看吧。我正给你们写信呢，呢，你们来我太高兴了。孩子，嗯，我们有件事要跟你说呀。什么事儿啊，爸，这么严肃？这件事一直没告诉你。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说什么呢？这种事可不许开玩笑。哎，不是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那我亲生父母是谁啊？魏铁、桂红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同志们，给我狠狠地打！同志们，冲啊！以后再没有生育能力了。生育能力？什么叫生育能力？就是以后再不能生孩子了。命保住就好啊，生不生孩子跟咱老爷们儿没关系。刘连长，没有男人女人是生不了孩子的。你是说他不是男人了？车都要开了，可这老铁还没来。再见啊！再见再见。老袁，袁大头，老袁，袁大头，老铁，哎，这儿呢。老袁，老，咱们兄弟生死一场，临了不能没了香火，拿着。这什么呀？你袁大头救了我一命，今天我还你一命，啊，从今往后。咱们谁不欠谁的，这是吃的。你把他带大了，你把他好好带大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
那个孩子就是你。小英，现在你的亲生母亲病得很严重，下了病危通知了，他想看看你，想听你叫他一声妈。是你的亲妈，你叫一声妈吧，啊。
你叫一声妈，他会走得安心。你叫一声妈。小英，叫一声妈吧，啊！元英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妈妈也不会死。你为什么要出现？你为什么？因为你，我爸爸和妈妈成天在家里吵架，我妈妈天天躲在房间里哭。是你害死了我妈，你不是我妈的女儿，你不是我姐姐，你不是我们家里的人，你给我走！林杰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走，我害死你了，我害你！他不是，他不是。哪年生的？你是在海川长大的，谁把你带大的？几岁掉的牙？回来了啊！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给你看过病吗？元英，等下，来，把这个带上。你有水果刀吗？来，我给你切个苹果。元英啊，我熬了点汤，你值夜班，把这个汤喝了。以后妈给你什么，你都收下，不要推辞。
司令。哎，小同志，你去给我叫一下元英。哦，我刚从参谋处说路过，他好像不在房间。去吧。啊。好多了吧？好多了。你呢？我也好多了。医生说，幸亏你及时采取了措施，要不然我的脚就冻坏了。谢谢你，元英。不用谢，我是个护士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听说你母亲的事了，别太难过了。对不起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吕强，你们俩在干嘛呢？约会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我的男朋友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太伤人了。怎么了？心疼了是不是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，他把你的臭脚丫抱在怀里，是不是？仅仅因为是同学吗？换成任何一个人，元英都会这么做。不可能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元英。可我了解你，是他找你的还是你找他的？你们是不是要死灰复燃了？我告诉你，伟杰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。同学就不能在一起说说话吗？当然可以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，干脆咱们就散伙。散伙就散伙，去找你的原因吧。吕强，你混蛋！吕强，你站住！你别走。想死了！刘大钊，老队长，二愣子，老连长，董凯，老兵王，阿里木，阿里木，连长，哎呀，太想你们了，连长，丁浩天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告诉大家一个喜讯，老连长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们要回来了？老队长，你回来吧，我们都想死你了。哎，老连长。小茶壶会叫爸爸了吧？哎，会了吧？会了。邵富贵同志就要转业了，我今天是专程跟大家来告别的。妮儿，我是邵富贵，是你的连长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告诉你一个事儿，
我要走了。以后啊，很长时间都不能来看你了。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每年都是新人换旧人，这就是军队。丁浩天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组织上需要我到地方去，我就是到了地方，我仍然是一个合格的兵。我不想离开部队，但是我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。在这个哨卡，我跟老娘感情最深了，我们待的时间最长，我10年，她8年。我走以后，你抽空代表我来看看老娘，好吗？连长，你放心吧。都把头抬起来，我们是圣女峰的战士，我们缺氧，但是不能缺精神。我说过了，都不要哭，我这是回家，又不是上刑场。张文公，到，把战士们带回去。怎么了？啊？我还没走呢，就不听命令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还跟车了你。丁浩天，到，带领战士们唱一首歌。毛主席的战士，最听党的话，就算给我送行吧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。预备，唱！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里家。祖国让我守边防，他不让我就走。大军不能走路吧？大军不能走路吧？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，哪里需要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里家。开枪！
原因未结，你们俩到院长办公室去一下。报告，报告。进来。元英，到。脚好了吗？报告首长，好了。走几步我看看。是。明天是星期天，你们两个回家吃饭吧。报告首长，我明天要值班。下了班可以回去吗？首长，那边还有个病人等着我输液呢。您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可以先走吗？去吧。是。爸，你为什么叫他回家吃饭？他去了，我就不去。她是你姐姐。她不是。过分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谁又惹你了？柳絮和阿姨鼓励，他们竟然给我开批判会了，他们都帮元英说话，一唱一和的，他们凭什么呀？又不是我爸，又不是我妈的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伟杰，有时候你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自己的错？哎，吕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还想着那原因啊？你要想他，你找他去，去啊！小点声不行啊！这是集体宿舍。北杰，你们在一个宿舍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？再说了，元英她是你的。打住！以后我不许你再说这句话。我和元英什么关系也没有。吕强，以后我们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呀？我不能再在那个宿舍住下去了，再住下去我要得精神病了。那就搬出来呗。吕强，我想我们结婚吧。